OK， 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搭船出去看金鱼。你就来这边，然后要跟他们的柜台，跟他们约，因为他们要 booking 那个船这样。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 Club Med 跟其他，这个就是头毛木没有的嘛。没错。对，相较于这边，这里也没有头毛木那些高山可以欣赏嘛，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特色，这就是 Club Med 的最大的魅力。Anil. Anil. Isaga. Isaga. Okay. Thank you so much. Everybody knows swimming, right? 所以我们要 swimming 哎。但他刚刚也有说，就是 it's not allowed to swim with the whales. 所以只是不知道把我们怕会把我们丢在哪里浮潜啊。啊哦。Please. 哇！等一下，他的头啊！好大哦！好大哦！我们靠近鱼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兴奋尖叫嘛，然后可是真正有一点靠近鲸鱼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完全熄火，然后随着洋流这样飘过去，然后还有告诉我们这样，嘘，不要讲话。吵到鲸，因为这是鲸鱼家，我们等于是来到他的家。刚刚全体安静，然后很神圣，然后静谧，然后一切就是你不可抗拒的力量。我觉得人在大自然里面，一切都变得很小。然后在喷水，然后最后那个尾巴动起来的时候，真的眼眶很累。他是尾巴啊！在垃圾松发。哇！哇！哎呀，好痛！拍水！有人要摔水喽！啦！哦，好丑！好了，我要下水了哟。下面有超多鱼的，然后还有他们的腿，我看到他们的腿，漂亮吗？漂亮。喂！
time. Thank you so much. 我是今天最可爱的人。现在是那个他们中心的游泳池的水中有氧时间。赏心回来之后，继续给他跳起来。现在是摩里西斯的日落时刻，我们住的房间外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沙滩，然后往那边走就是房间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活动是那个日落独木舟，然后因为实在是太夯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约到，我们是早上的独木舟，然后但是也很好玩。我觉得最主要是这边水质非常的干净，在这边走着走着啊，散步散步，然后你听这海水声音就是很疗愈，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夕阳，真的很美哦。昨天去了一趟海底龙宫，然后我就说我要换脚，因为我今天在陆地上行走，我声音就被拿走了。Good morning. Thank you. 换，我是说换声音。积分，哎，刘积分，你看，哎耶，漂亮，漂亮，对，很漂亮。康龙泥脚的 Clubmate， 他们有一个很大特色，就是有免费的滑水体验。然后在前几天我们有看到滑水表演，也很精彩。所以今天要亲自去滑一下。对。哎，超多人在排队的。超远的。但是我们那边落海怎么办？不知道，游回来吧。It's easy for you. No, no, for you, it's easy. It's easy. Really? 我很做真的。Hey, Lul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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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pen your eyes. 放开，放开。再次，太难了，救命啊！哎，在是一群落水，在游泳的水中角龙。这边，这边，左边，这边啊！这边，往这边走。这边啊，从这边上岸。哎呦，又船了，又船了！哇，哇，好累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来，哦，哎呀 ，thank you。Try again。哎呀，哎呦 ，thank you。哎，太难了。太难了。
先休息一下。很重，那根本没办法控制。而且他拉的时候很快，然后他就是力道很大就出去了，然后你根本手，对，手其实要很有力哎。我们现在就是准备离开康龙鹰角，然后要等一下要出发艾比昂了。天哪，无比荣幸。台湾见，有机会到嘉义来。好，台湾见。好吃，我们看那个。再见 ，Grace。好可爱哦。哎，这边的氛围真的完全不一样。Hello, you welcome. 哇，一到就有 champagne 哎。艾比昂，抵达，耶。